君海，很感谢你连续三年担任联邦银行的代言人。我自己也很高兴，然后谢谢联邦银行给我这样的机会。那你觉得今年的主题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主要是前两次是以自己的经验跟故事去做一些结合，那今年其实是跟大家一起经历了疫情的改变，然后说以自己的经历可以给大家一些正能量。今年影片的主题是一起追上改变，君海你就是最佳的代言人。在去年疫情造成全世界很大的改变的时候呢，你不但坚持自我训练，而且在去年全国田径锦标赛的时候还跑出了10秒13个人最佳的成绩，联邦银行很为你感到骄傲。我非常惊讶，原来徐副总有一直在关注我。我是你的铁粉哦。徐副总，今年的影片片尾有出现联邦银行 New Bank， 什么是 New Bank 呢？ New Bank 是联邦银行新创的网络数位银行。你看哦， New Bank 的 logo 是 New 的平方，这是联邦银行当初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的自我期许，希望以加倍的回馈、加倍的创新来提供给 New Bank 的客户加倍的服务。网络上很多网友都把 New Bank 叫妞妞，很 cute 吧？ New Bank 真的很方便耶，不管是训练或是在国外比赛，我都可以处理账户的事情。之后我们还会增加很多功能哦。真的吗？还有哪些呢？身为联邦银行 New Bank 的执行长，我今年的新年新希望将 New Bank 打造成一个全功能的网络银行。除了现在的数位存款账户是所有银行最高的 2% 以外呢，我们也会陆续提供小额贷款、小额基金、小额股票，还有小额投保的优惠方案。简单的说， New Bank 就是你的钱管家，你只要下载 New Bank 就可以把联邦银行带着走，所有钱的大小事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一直搞定。那蛮方便的，像我这种没有时间的人就用手机可以处理了。君翰，要开始跑步训练了哦。好，君翰加油，为台湾加油。